我提醒一下，我有很大声吗？我按一下，轻轻按一下而已。那为什么要那个按一下，这样？你刚才吓到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提醒一下，我有错啊，你就不应该发啊。不应该发，我提醒一下，我有很大声吗？我按一下轻轻按一下而已，还是你要看清，你这就是你。那如果你不高兴，可以交警啊，我没关系。那怎么这样？那我就不应该发啊。啊，你在找路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出来？找路，那会不会硬要发一下这样？你这样就吓到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我合法啊，我没有违规啊，我没有违法，不然你要不要交警？我一直我有违法吗？我就提醒一下。我也没有说你有违法啊，我就提醒一下，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那你为什么要生气？